这个是插气管，这里有一个主气源，主气源接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的腔上有一个气管插到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电源，这里还有一个电源插孔，电源线，这个是电缆线，跟地线接地的，这样一插好就可以了，把这个电源线一插好，这里有个开关。开关，我们这里按下去就 OK 了。这里有一个调那个大小的，这里是调那个供油的，扒起来再调，不用的时候吧，压下去就好了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调雾化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的。这个呢是吸料盘，我们是吸油的这一边。然后调腔的话，我们这是有两个扇形的和。圆形喷子，调这两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调大油量大小的，这边的话也是调那个雾化的，这个调雾化宽度的，这个就是这样子的。